胜利嗨，现在写到第24页了，我看这标页好像28页就结束了。没想到一开始就其实没有想要写完，就想写个一半，因为觉得太长了，而且很多字都重复啊。不是做了一个表吗？哇，那重复字你会写到哭出来，说怎么一直在重复？可是这样撑着撑着，每次来写个三五行、十行的，写久了还是写得完哦。只是写的有点无奈，无奈。小楷对我来讲还是困难。啊，就是说因祸得福啊，哈。虽然不喜欢写小楷，但趁着这时候，他一辈子写小楷最久的一次了，没有比这次更久了。